130年前、70年前和今年生产的红砖，这三种砖哪个更能承受液压机的力量呢？测试结果很有意思，一定要看完。测试前我们先来观察下今年生产的红砖，接着是70年前的红砖，最后是130多年前的红砖。似乎130年前的体型更大了。好的，实验开始。首先上场的是2021年的红砖，我们来看看。实验结果出来了，结果为607千克。接着是70年前的红砖，结果出来了1049千克。那130年前的红砖会不会更强呢？我们看看。最后结果是1175千克，还想测试什么？评论留言。